猫，没事还往我腿上一坐一来，现在从来都不上腿了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开始有点放肆了。来了，三燕之眼，上个锤。他是水晶瓶。哎呦，回血！别这样啊！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，让他清兵线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可以，来交闪。哎，他没闪是吧？不行啊，这兵线不清，我有点亏呀、啊，这。算了，亏亏吧，亏点亏点吧，没关系，后边再打回来吧。你看，这就是带电刑不好的地方。你说你给人杀了，对吧？上来，然后人家传送以后，你没有饼干，你怎么卡兵线呀？没饼干卡不了兵线。但如果你要是不带着致命一击，他又伤害又不够，这就有点烦。对，而且你这就是为什么上单要带 TP， 你知道吧？你把人杀了，你线推不进去，你相当于没杀。我回来以后他三级半，我两级，你就相当于是他杀你一波，你知道吗？包女儿来了，给个人头包女儿。如果他没死的话，我们又死了，然后是对面打野过来赶扣我们的，我们就亏的会更多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带传送。他传送的容错率很高。像这波我们包女过来把他杀了，杀了以后都没用，他等级跟我一样。我得再单杀他两波，我们的优势才能滚起来，才能有很大的优势。好了，这波你要打薛微，有点不应该吧，兄弟？哎呀，好吹！这波可以回家了。这个兵线，如果我们出来的时候正好这个兵线走到这个位置，正好卡住。既来之则安之。看到吗？刚刚好卡在这个位置。等他一下啊 ，E A， 再 A。
顶没用，死了。差点让他把扣给他放出来了，差一点，还好我用了点盐，是点盐，我用了点盐。心机被削。吃波塔皮吧。OK， 我们无敌了。没事，这个并不能探我们在草丛里边。有个兄弟跟我说，出神圣分离者加提亚马特加血手加15，比可血要强。那我图一把吧，我觉得没什么用，下把图一把。六了吗？我这奥恩这都能升到六级，我没想到啊。死了。往哪点啊？140。不值钱了呀兄弟。不过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死了五把了，包女儿还杀他一把呢。不过我们家是烈士，哪路烈士？中路吗？下路？哎，也不烈士啊。走了，回家了，把星石出了。等会儿钱啊，我把这 V game 等一下。你们可能看着会有点卡啊，稍等一下，别急。好，我登完了啊！哎呀呀呀！另教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给我买个分屏不行吗？不行，我桌子不够大。如果没有你们嫂子这台电脑的话，我是够大的。我们现在耗血已经无伤了，这
你还把大交了，兄弟呀？这为什么不顶呢？羊角坏了吧？插个眼儿先啊，看看这赵信会不会过来。他刚打完峡谷，可能会过来。他可能会出现在这个位置，不过没有关系。这100%来人了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要杀先杀赵信。干哈呀？没有人，你跟我打，兄弟，你疯了吧？赵信没在旁边，你敢跟我打？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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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全的疯了。羊癫疯，心态爆炸了。让他少吃点兵。这是盾呐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！还打，这是心态有点爆炸了，这不行啊！你看，其实他们家队友还可以，你们发现没？如果刨去我这七个人头的话，他们家现在是12-7。下路其实是优势，心态不行。不要说别人一直把你杀了，别人一直抓你，你心态就不行了。要相信队友。3000有点贵呀。防御塔镀层，先去打个红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一抓你就开始甩锅。我没有一直送吧，兄弟。而且咱怎么能是甩锅呢？那别人一直抓我，你是不应该有所作为。我要是对面这种队友的话，说实话，我不再说这队友了，因为这赵信是有所作为的。除去我死的人头，我们家队友是优势，对不对？再说谁老甩锅了？谁甩锅了呢？怎么就甩锅了呢？没甩呀！把小黄毛杀了来，还剩一个。哇，这围人打人好疼，感觉节奏有点快。1025。嗯，我差100块钱。我说我不甩锅，对吧？我说我没甩锅。然后呢，你给我来了一句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不讲理了呗，开始。就开始不讲理了，开始说我两句怎么？那你说的不对呀！哎呦操！开始赖皮了是吧？
这边 ADC 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网开始卡了。今天卡的时间有点快，今天中午十二点就开始卡了。亚索挺幼啊，啊，有个盾，我说的嘛。这么狂吗？这小子，再看看这小黄毛。跑肯定是不行，赵信好像打不过我们，没事，他如果敢来找我们，我们就反杀他。回家了。幽梦的话有点贵，嗯，2600幽梦，先把皮海出了吧，把这海给他出了，来个水银海对吧。把这个亚索杀了，然后我们再杀这个塞纳。哎，好卡！小黄毛出啥了？怎么出这个了呢？挺幼啊！你不讲武德，你啊你，把中路插拆了。现在还不是一阵一阵卡，现在是一直卡，这他奶奶的。嗯，在这等一下啊，他们应该会出来，我们正好杀一个人。几个人啊？我看这个位置好像还出来一个人呢。我偷你地基，打波团战，先把他们团灭了，然后我们回家出幽梦啊。好，这波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打这波。直接上来一 Q 啊，先杀亚索，直接那个收集者给他杀掉，然后一个 Q 收掉小黄毛，这波再转起来回家出幽梦，开始吃人。这把我决定出一个这么个玩意儿，能试一试。没出过巨蛇之牙，也投降了。太卡了。
加速器没用，昨天不试过了吗？换个区域吧，换个大区域看一看，可能是大区域问题，也可能是就是